女孩子嘛，还是像这种可可爱、白白胖胖的比较好。王一博，外面好了吗？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有人呢？别打了，人在这儿呢。我就这点本事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姑娘比你好看一点啊？女孩子还是细细软软的比较好。小心天天打，每天打打杀杀的，小心长一脸皱纹。哎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像你们这些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这个飞锤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飞锤。再说，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怕死的人吗？啊呸！一定要配出来！一定要配！配！全场尴尬！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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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后面姐姐。阿佩，阿佩的那个尴尬，真的。来，想说，走你。走你，去吧。阿佩，阿佩。好啊。